嗨，我是 Shopping。我现在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没有声音。我感冒前兆之后，我就去赶快看医生。可是看完医生之后，反而变得非常严重。我现在只要唱高音都完全没有声音。所以我要尝试看看有没有什么解法可以改善这件事情。用硬夹的也没有特别好，没有声音，所以看看好声带还是找不到它的位置，它就一直裂开，也许是因为有痰在那边，也许就没完全没有声音。所以我要去想办法把它压低，看看会不会好一点点。没有什么声音。还是没什么声音。还是没什么解法。那我去试试看鼻腔或是猴子叫好了。他就夹不到东西啊。哦，这样好像好一点。让他去破音后的位置，这个位置，好像好一点点，这个位置，破音后的位置，勉强好一些些。所以，当你遇到这种遇到高音，它就会直接消音的东西啊，你真的完全不能用任何的推挤，一点点推挤，它就会我现在慢慢找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，它自动会开始闭起来，可是真音就完蛋了。好嘞，还是不行。好啦，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你在不好状态的时候可以尝试的东西，但不要去硬挤，硬挤大概都不太好。那我想我该睡觉了，早点睡了，拜拜。